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新闻频道。9月6日至8日，亚太区最领先、最大的高级餐宴及酒吧展览——香港餐饮展，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，汇集了世界各地最好的供应商，提供众多的餐具、烹饪设备、技术、酒、咖啡、茶及其他饮料等等。现场超过200名的参展商向来自各地的餐厅及酒吧经营者展示了过千款创新产品。创于1955年的林奇苑茶行也应邀参展，展示了其最新的系列产品，怡宝白咖啡味道香浓，价格优惠，还有泰国酱油等多种产品深受商家好评。而设立香港国际啤酒奖的目的，一方面是让消费者认识不同种类的啤酒，同时也希望能鼓励拥有牌照的业界人士，能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。